一个人爱不爱你，你是能感觉出来的。你这两天脸色不太好。滚！你这个骗子，从我家里滚出去！我再也不要看到你。对不起，但有一件事，我真的没有骗过你，我爱你，小远。OK， 可。要吃蛋糕吗？不用了，云姐，谢谢。蛋糕是我叫李云给你买的，吃点甜食可以让人放松，更快的走出来。给，谢谢明哥。你太瘦了。角色需要吗？明哥，你要吃吗？味道不错，你多吃一点，晚上好好休息，我先回去了。虽然明哥说让我早点睡，但果然还是睡不着。夏先生您好，客房服务。这么晚了？有位客人为您点了牛奶和香薰，麻烦签收一下。给我的？留言说如果您晚上失眠的话会用得到。知道了，谢谢。不客气。牛奶是热乎的。真是让人安心的味道。这些菜也不知道合不合你胃口，多吃点啊。好的，你也多吃点。我记得你说过这个虾好吃。不用。小鱼你别管他。不过你也没住多久，怎么这么快就要搬走了？工作调动也是没办法的事。不过新工作离这里不远，就在重峰，我可以经常来看你们。刚好小远马上就要开学了，也要回去重逢。是吗？那我等会儿把电话号码留给小远，他有什么事都可以给我打电话。以后多和你余叔联系，知道吗？小月，给你老婆夹菜啊，你们千万别跟我客气啊。好，那你尝尝这个。我不吃青笋。我吃好了。小月，我真的要走了。我的宝贝生气了，都是我的错。其实方静言早就不生气，他就是难受，就像随时随地都有把刀在他心上挖。小远，你走吧，祝你幸福。我先回房间了。再见了，小年。OK， 卡。很不错。谢谢何导。好孩子，这场戏完了就不用受苦了。外景那边的游泳馆已经准备好了，你等会儿先坐剧组的车过去放松一下吧。谢谢浩导。好久没有游泳了。明星哥哥，你长得好好看啊！明星哥哥，我长大能嫁给你吗？你们都该叫我叔叔了。明哥，会游泳吗？会啊。来，比一场，一个来回。好啊，那就来吧。明哥一直在看着，他是对我感兴趣吗？不对，我在想什么呢？小心。习惯一下就好了。谢谢明哥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预备，开始。明哥的速度还挺快的。竟然赢了。
斌哥，我赢了。嗯，恭喜你。承让。不知道该不该夸小夏调整情绪调整的好，这也开心的太快了。